一个行走乡村的前身上，今天要翻越一座大山，海拔2182米，名叫烽火山，坐落在甘肃黔西钦州区岱门镇境内的郭城村。上面刺透了一块大明万历年间的石碑，记载了好多东西，也有许多古庙，咱们上去一探究竟。虽然是冬天，这里的风景还是很不错的，大家看一看。现在已经快了，大家看到没有？就是那个地方，这里真是一个好地方。放眼望去啊，千里江湖尽收眼底，真的好美好美。通向烽火山的路还是基本上还是好走的，大家看一下。现在快到山顶，这里四目朝山，如果夏天的时候来这里游玩还是很不错的。这里简直太美了，太美了，真不是美。马上到达山顶，现在再往上走一截，马上到。这里有一间茅草房，好像是看庙老人以前在这里喂过羊。这里曾经有一间看庙老人，现在不知哪里去了，门锁着呢。这里有一块石碑，这个石碑就是刺透的大明万历年间的石碑。烽火山玄帝碑记，上面的字迹很看不清楚，大家看一下，大明万历年，石碑刺透的时候，就是前面这个火房失火了之后才救火的过程中，我挖起来的。这个庙就是烽火山的四合院。这里上去也就是烽火山，海拔最高的地方。现在咱们走到最高的地方去。这座古庙已经年久失修，那个地方已经开始坍塌。现在我用航拍给大家拍一下这里的地形地貌。